子怡姐，哎，子怡姐，子怡姐，你快告诉我，外龙门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会被江武控制呢？那日门主和陆昭瑶的成亲之际，江武来得突然，我们毫无防备，几个门主、秦芷言一个也没能逃过。若不是这次我有任务在身，离开了外龙门，恐怕我和其他暗罗卫兄弟一样，也在地牢中了。门主呢？门主失去了万钧剑，功力大不如前。再者，江武在地牢中设下了法术，恐怕无法轻易离开。子玉姐，你去哪儿？门主现在生死未卜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你现在去万龙门，不是去送死吗？死也要去。子玉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子玉姐，你可以为门主刀山火海，我虽然做不到，但是跟在你身后总是可以的。紫嫣招妖宠，招妖莫轻宠，您的宝贝让爱他美来宠。紫嫣邀您一起招妖。冒着危险来救你，你就这态度？哼，你是万路门的叛徒。你是，我是反了万路门，但是我不是暗罗卫的叛徒。我林子玉一直只忠于一人，厉尘岚。万路门可以内乱，但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阿大，我要去救门主，来与不来，你自己选。再信他一次，去拿兵器。是。Thank you.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啊？这戾气是从我身体里传出去的。对了，我和秦剑仙不一样，我是心魔，心魔传出去的功法必带戾气。从今往后，你也别想再造杀戮。你管不住我。难道只有秦剑仙附在我胸口那股力量才可以吗？秦武，你干什么？救人啊！我把心都给你了，你相信我爱你了吗？杀戮招摇，我此生可能也就这一次机会了。怎么感觉江武在帮门主啊？阿大，这里交给我，趁着江武虚弱，你先去救其他山主。那你自己小心。嗯，走。就是他的，李晨啊，今天是我救了你，救了万路门，但我以后不会再救你。你记住，这辈子你负了我。
你们看，这结界怎么有些奇怪啊？这结界好像变弱了。难道姜武被打败了？情况紧急，我先把你们救出来再说。快，阿大，快走，跟我走，快，跟上我，快。你醒了、啊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哎，为了救你，我可把心都挖出来了。不信你问他呀。姜武和我联手，打开了六道金刚阵。阿武，阿武，阿武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地牢里的人逃出来了，再抓回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再抓回去啊。你。我的功法好像回来了，当真？嗯，回来了。全靠我。小红毛，你刚才说要把我万路门的人如何抓回去？对啊，又不是我的人，留着干嘛？这万路门本来就是我的，再不济也是小丑八怪的，什么时候算你的了？好啊，陆兆瑶，我把心都给你了，你起来就忘恩负义啊！一码归一码，你救我我认，这个恩我也会报，对不对，母亲？但是，这万路门归谁，咱们得重新理论。好啊，那就按江湖规矩来论。在你们成亲那天，我攻破了万路门，按你们说的。以强者为王，我理当当门主啊。好啊，就论强者为王。小红毛，不如小红毛，六合天剑还我。不在我这儿。那在哪儿？开启六道金刚阵法需要上古天剑之力。林子瑜趁我不备之时，夺走了六合天一剑。那你的伤是林子瑜弄的？义无大碍。哎哎，我也受伤了，你关心关心我好不好啊？我真的把心都给你了，不信是吧？好，我脱给你看。看吧，你真的挖心了呀？你以为我开玩笑啊？这里有个洞哎。多谢你救我，这恩情，他日赴汤蹈火，我陆兆瑶定会还上。赴汤蹈火倒不用，你把他赶走就行了。不行，莫青是我心爱之人，他若是要走，我会同他一起离开。行啊，听你的意思是想把万路门拱手让给我了。万路门由我一手创立，虽不舍，但你若是能爱护万路门，我愿意让出门主之位，来报答你的恩情。陆昭瑶。我欣赏你的大方，只不过这万路门我除了你，其他的我都看不上。你要是离开，我就把它给毁了。
那你到底想怎样？留下来和我一起当门主。我留，他也得留。留他干嘛呀？看山门。留他当门主。好，看在我喜欢你的份上，以后你、他还有我，我们三个门主，如何？三个门主，听着有点意思。阿武，我说话你插什么嘴啊？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，我要将此事昭告天下。阿武，这万路门门主的位置本来就是你的，为什么要跟他人分享？懂不懂什么叫策略？策略？陆昭瑶已经退步了，我若咄咄逼人，只会让他觉得得寸进尺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阿武，你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啊！我还以为你被陆昭瑶迷晕了头。我是被他迷晕了头，要不怎么会为了他连厉陈兰都忍了？我们从地牢里面逃出来就是为了看这个呀，我还不如同千景一道回去呢。三个门主，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。这女魔头啊，做事总是让人意想不到。哼，早知道当时就待在地牢不出来，费那么大劲。万路门本来就是我们立门主的，你们这些鼠辈乘人之危才有机会得逞，嫌立门主已无恙，怎会允许你们鸠占鹊巢？早晚将你们赶出万路门，现在把你们赶出去！把你们赶出去！你们赶出去！乘人之危，若不是我们江门主耗尽功力救了陆昭瑶，你们哪有机会从这地牢里逃出来？就是，哪有机会逃出来？胡说！应该是你们滚出这沉寂山，自立门户去吧。对，自立门户！我要去打架！哎，十七，回来！有本事试！你就别添乱了。都把刀子收起来，一会儿门主们就来了，站好。门主来了。哎，说好了一起当门主，你先我后可不好啊。那平起平坐，一起进去。好啊。这窝殿上就一个主座，我们有三个人，未免以后纷争，咱们先把规矩讲清楚。最中间的位置由谁来坐？按照先来后到的规矩，你来坐吧。行，你坐中间没问题。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。
等等，你坐中间我也就认了，毕竟我宠着你。但是左为尊，凭什么他能坐左边啊？不是说按先来后到的规矩吗？我第一个当门主坐中间，他第二个当门主坐左边，你最后来的当然坐右边了。那不行，我想坐左边，让他给我换。不换是吧？好。我就坐这儿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行了，今天将大家照顾来是想告诉大家，从今天开始万路门就有三位门主了，往后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把心都放宽一点，把之前的事情就都忘了吧。你抢什么话呀？大家都是门主，凭什么你能说话我不能说话呀？行，你说。说完了。前门主，既然咱们万路门现在有三位门主了，那么今后门中的一些事宜该交给谁来打理呢？每人出个主意吧，谁的主意好听谁的。就这么定了，没事儿下去吧。是路门主，李门主。是江门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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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什么？看什么？干什么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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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你怎么了？不行了，小侄女，我太难过了。本来我就不喜欢小丑八怪，但无奈门主喜欢，现在又出来个江武，就是他害得秦天贤不能陪我玩，我现在还得听他的话。唉，当初要是救下了门主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儿。不说了，小侄女，我现在要取点功了。等我打败了小丑八怪和江武，门主就是我的了。哼。山主，您这都多少年没有去五恶殿议事了？这次去，莫非是有什么变动？偌大一个万路门，搞得跟小孩子办家家酒一样。以前一个两个折腾我就完了，现在还来了第三个，还不如让我待到地牢里来得清静。啊！千景呢？哦，沈姑娘去厨房了，说要准备些糕点。山主，您要不劝劝沈姑娘吧，让她少去厨房，这都一个上午了。他失败了五次，家里的蜂蜜呀、面粉啊，都快被他用光了。我差这点粮食吗？我养了你五年，费了多少粮食，你怎么不说？您不是常教导我们，节俭才是美德吗？听说都蒸了一上午了，你是来挖苦我的呀？我哪敢啊！
又失败了。哎，烫，这次没做好，等下次做好了再给你尝吧。好。这什么呀？你打开看看。这是我的生辰八字。你这是？万路门现在有三个门主，以后还指不定怎么闹腾呢。不如我们趁早把婚事给办了吧。你可愿意？金仙，到喝药的时间了。哦。金仙，你可知道这万路门里发生了件奇事，竟然出现了三个门主，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见呢。是吗？那就不打扰金仙休息了。对了。啊，金仙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只管提，只要是我李雅子能做到的，肯定义不容辞。也没什么，就是我看了这些卷宗，觉得有些好奇。您说，虚宗门秘术和历代门主的年岁有关，可有此事？这个门主告诫我们，这是虚宗门的秘密，不方便向他人提及。啊。我并非是有打探之意，只是我这条命是你们门主所救，我只是想尽自己一份绵力，替他延长年岁，来报他的救命之恩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我也只是听师父提过一句，说这秘术会带来很强大的力量，但却因为太过强大，所以会减少施术者自身的寿命。所以每代门主诞生时力量最弱，直到三十岁时最强，但是从第一代之后的每一代都活不过三十岁。那江门主如今，师父打算将他家族的宿命终结在他这一代，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师娘啊。盯着以前那些新山弟子，别让他们到顺安镇来为非作歹。是。缘分啊。万路门真是不错啊，山上乱成那样，也没影响山下人的生活。以前可不是这样。哦，江武，当日你会舍去秦千贤的功力来救我，我很惊讶。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以你当时的功力，
厉晨岚和我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你俨然已经成为了天下第一，但是你却放弃了。我之前说过的话你都忘了是吗？我说过我爱你，我可以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，怎么了？被我迷住了？哎，伤还没好？当然没好了。这是九转丹，对你的伤口有好处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各自回去吧。顺路啊，我送你。我睡哪儿啊？万路门那么大，你随便找个地方睡啊。我找哪儿啊？万路门就三座主殿，你回卓辰殿了，我们俩睡清波殿啊？不行。嘿，你还不同意了？我还不同意呢，那个死变态。这样吧，我睡无恶殿，正好能体现我尊贵的身份，就这么定了啊。你老子就要睡最宽敞的地方，哼！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开始改变了。改变？你终于懂得舍得二字。我懂什么？用得着你来唧唧歪歪的吗？